这个拍完这个事件，诶，这个咱台湾精英，啊，搁这个树林家属，以及来参加这个追思的民众，大家高赞，大家好哈。啊，我来简单小介这个拍完的这个起义事件哈。这是发生伫1970年，吼，因为台北咧一挂这个政治犯，伊都想讲要来做这个起义吼。当然，这个起义未成，吼，刚出来过，伊家己心内嘛忍受啦。但是咧，伊的肉体无关于这个台湾家啦，可是伊的精神、伊的灵魂是伫咱台湾。这个倒数第一名，咱台湾人的尊名，从这个蒋介石打伫个涂骹，把咱吞打。伊这个历史，就想讲要为咱台湾人出头天，为咱台湾人争取这个尊严吼。啊，所以伫这个二月初八起义，啊起义了后咧，当然就是这个失败的对啊吼。啊，伫这个失败这个过程当中咧，各位要注意吼，4月24日。这个蒋经国吼，伊去这个美国，转予这个邓自在甲朱文雄吼，伫纽约克甲拍一次，当然无拍着，随后这个美国的这个警官吼，甲这邓自在甲这朱文雄甲刺落底，刺落底时阵，朱文雄伊就讲一句世界有名话吼 ，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。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， 反正咱台湾就啥，互我站起来，互我站起来，亲像一个勇敢的这个查甫囝，这个查甫囝，伊无爱警察讲，讲互我家己站起来吼。可是咧，这个蒋介石吼，伊伫这二次世界大战讲对这个中国来讲以德报怨啦，和平宽恕的精神吼。较多啊，还有一个大石碑，讲这个和平正义吼，在伫个遮不伦不类啊。伊安怎和平正义呢？我拄则讲过，4月24日发生这个赤蒋事件了，煞影响伫这个跟台湾起义事件吼，蒋介石煞五弯八弯吼，用上界紧的这个速度，军法甲起诉，甲判决这个死刑吼。这当中吼，死到上可能就是这个陈良。前无外久，咱知影讲咱这个法务部吼进行这个死刑，拢一枪毙命。这个陈良律师咧，好威人吼，伊真高大，190公分，吼，啊，这个食品执法的这个拍枪咧，总共啊弹7次，就是恁个邻居就对啊。秘书即摆在邻居这个陈水扁前总统共款，吼，1000。了了，甲弹，要甲糟蹋，1000弹无死，继续搁甲弹，继续搁甲弹，弹到7次，陈良律师还袂断气，最后，搁甲用这个刺刀，然后最后搁剁一次，安尼则是一刀毙命，像林医师讲的，7次，搁最后甲剁迄一刀，则是这个一刀毙命吼。所以蒋介石伊所讲的这个。和平宽恕的精神吼，无啦，因为着要报恩，恩囝是这个蒋介石，予咱台湾人甲大清大无死，伊怎一拳开五个咱勇敢的这个台湾人吼？咱若用今仔日的这个眼光来看，这五个咱应该甲平反，这五个咱应该着啥？咱台湾的青年，各位讲是毋是啊？是啊。这是一个写入去咱的教科书，是不是啊？是。而且是不是嘉义市长爱来遮提出少年咱在地的这吃东西、吃历史？各位，你讲是啊？不是啊？是。是啊，是不是爱有各中小学生来认识，尤其是咱吃东西历史？各位讲是不是啊？是。啊，伊过身迄天是1953年5月30日，这天是不是爱为定定这个纪念日？是不是？是啊。好，江西的这个独开价，这里乡就是不是当乡下耍好耍？爱嘛，但是咱所看，我拄只所讲啊吼，一切拢无啦，是安怎样？伊是民进化，肉体死，但是伊精神还佫留伫咧遮。
咱贾东营的书，啊，伊是1870年过身，到今2013年，这43年来，我唔知咱政府对咱树人家属做出什么款的这个回向，还是其他的一个措施无？我更加知影，咱家己的乡亲对咱贾东营的书，对有什么款的这个感情无？但是今仔日咱所分的这个手套，咱大家会当看吼。他早嘛是一个尽忠爱国啊，但是伊爱的国，甲蒋介石爱的国无同。蒋介石说爱的国，甲台湾这片土地无关系。蒋介石咧，伊所疼惜的是台湾这个国家，所以主张台湾爱独立。但是伊爱看的这个主张咧，吼、哦，不见得去当成这个独裁者，吼、哦，无会切，无会切切，而且这个遗书，卖就讲。稍作分也是台湾的，我甲你讲，贾东营的书，伊用表示，伊嘛承认讲伊是这个台湾人，而且伊讲会到，做会到，无会切切，遗书写好，毋知啥物时阵，吼、哦，会登记，无会三十，伊登记啊。这43年来，咱侪侪台湾人，恐惊阁毋知即五个这个历史，所以今仔日个台湾教师联名，特别敬这特别认真。哦，啊，而且嘛，真感谢咱学校老师吼，伊特别靠咱家己去社团，咱家己的这个老师都怎么讲呢？啊，特别请这个社团秘书，因为这个受人家赏，咱伫今仔日这个特别的日子，咱共同来对书，共同来孝量，嘛不忙讲，这是一个理想，不忙讲，每年去，咱每一年，咱嘛当公开对书，这个社团一个秘书。哦，嘛要用自发信息做进一步保养，咱台湾人的灵魂，咱台湾人的骄傲。你今仔日只哦，应该爱进一步详细甲比较，共识徛做伙共同来追求这社团的这个事吼。啊，我上多简单交代一下台湾飞机事件吼，啊，以上甲大家。哦，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分享，哦，多谢大家，感谢。啊，咱过来吼，诶，